看你现在什么样，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你哪只眼睛看我没有病？今天我应该救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还是怎么办呀？哎，你装够了没有？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什么意思啊？这一晚上你都在诬陷我偷你什么手包，还非要检查我的包，你凭什么呀？你刚才自己不是亲自给家里打电话问了吗？你那手包压根就没拿出门吧？是，不好意思，我错怪你了。来来来，你们都给我评评理，你们都看见了吧？你说这什么人？今天我应该教训他，应该。别急别急啊，坐下说啊，坐下说。小伙子，这么晚了，我看你还不愿意回家。哎，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能跟我聊聊吗？我就是觉得特别没意思，在别人眼里啊，我开个小公司，吃喝不愁。应该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但在我自己的心里，我觉得特别堵的。那堵的你又是什么呢？好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别影响明天送快递。说出来我都嫌丢人，我开公司的钱是我老婆的娘家出的，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虚衔儿。平时想干点什么事儿，得跟他们一家人商量。还嫌我不上进，还嫌我爱摆阔，烦死了。小伙子，照你这么说，怎么能让你不烦呢？我就想着，什么时候能让我真真正正的当一回公司经理。遇事商量商量也是应该的，怎么就给你添堵了？我看呀，你就是有点不知足。哎，怎么说话？没事儿，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么说。哎，现在我也懒得去想那些了，平时能不回家就不回家，省得堵得慌。所以平常就拿这个刺激刺激，要不然总觉得周围的人瞧不起自己。对，我就想着哪一天我真正干出一件大事来，让这些人好好看看。对生活不满足，想干件大事儿，那可什么才算是大事儿呢？抢金店算吗？一天的喧嚣还没有散去，老凤祥金店的营业员正在店内清点商品，盘点账目。此时距离他们下班打烊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在此时，一名不速之客突然推开店门进入金店。在他进入金店后，营业员想起来去按店里的报警装置。直接就过来按那个报警器了，可能因为太紧张了，那个报警器没响。惊魂未定的营业员见报警器没有响，趁嫌疑人不备跑出金店。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呀？
当时我在那个柜台站着，然后我一看他进来砸柜台呢，我从这边就跑出去了，跑出去请隔壁的人过来给我们帮忙嘛。嗯，当时你出去之后怎么说的？然后报警了没有？我出去之后我也心里特别害怕，因为是慌的嘛，我说赶紧，我们店抢劫呢。然后那人也没反应过来，就坐那看电脑呢，说啥抢劫呢？我说你赶紧打电话报警，你过来给我们帮忙。然后就给他正说着呢，嫌疑人就跑出去了，因为他特别快，速度特别快，就出去了。营业员跑出去拨打了报警电话，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徐家湾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派民警赶到事发现场。接到报警之后，我们迅速赶到现场，经过简单了解，当时金店内18条金项链被抢，重量在589克，涉案价值13万余元。这个年关将至，我们辖区内发生此类案件，对我们造成很大压力。突发的抢劫案让现场的营业员惶恐不已，当时心里乱七八糟的，心也就通通通直跳嘛。这条街道是非常繁华的，经常塞车，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犯罪分子这么嚣张气焰敢去做这么一个案子，当时作为我们就是参与案件侦破的每一名侦查员压力都非常大，因为社会影响非常坏。另外一个案件的这个性质，因为涉及到金店，嫌疑人又是持械抢劫，所以对我们来说，急快速破案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案发金店安装了比较完备的监控设施，西安警方的民警赶到现场后，对监控录像反复进行了观看。他拿了一把就是那个斧头，从这边一边走一边说：“都别动，都别动。”走到那个黄金柜台，啪就砸下去了。我当时都吓懵了，我想赶紧跑出去找人帮忙，我当时跑出去了，特别害怕。斧头挺大的，就是农村用的话，我见农村有的人用那种砍柴的，比那个把稍微能短一点。过去后就拿斧头哐哐哐两斧敲烂，左手进去一把一抓，然后走，很快，18秒。看着几个营业员被吓得不敢动弹，犯罪嫌疑人显得更加肆无忌惮。柜台被砸开后，他直接把手伸进去把金饰拿了出来，塞到了口袋里。从进入金店到离开金店，嫌疑人只用了短短18秒时间。从录像上看，嫌疑人是25岁左右，身高在1米75左右，戴一个深色无檐帽，然后戴深色口罩，穿羽绒服，然后着这个牛仔裤和运动鞋，手上戴半指手套，然后持木把斧头。但是他的斧头的柄，后柄手柄的那个木柄的尾部是有一个红色的印记。感觉像被红油漆刷上去的，一半是被红油漆刷的。这嫌疑人几乎他反应不上来，仅仅反应说是本地口音，他说了个不要动，本地口音。监控录像中，嫌疑人的一个动作吸引了侦查员的注意。嫌疑人伸手抓金饰的动作让侦查员猜测可能会留下线索。果然，现场勘查很快发现了线索。现场玻璃碎了之后，有留下他血迹的玻璃渣，因为碎的玻璃渣当时都在案发现场周围，就在柜台的周围。嫌疑人作案的时候留有这个血迹，对他的 DNA、指纹、脚印这些有价值的线索都提取。追踪嫌疑人的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侦查员首先注意到了监控中嫌疑人的衣着。从我们这个店内监控作案过程。逐渐的这个一帧一帧的看，然后同时对这个更清晰化处理。嫌疑人穿的这个羽绒服应该是一个
狼爪牌的那个羽绒服，然后鞋子是一个耐克的鞋子。品牌这块当时我们分析，嫌疑人在这块应该是比较讲究品味的。案发的金店附近就有几家卖服装的店铺，嫌疑人所穿的服装会不会就来自这几家店铺？经过调查，侦查员另有发现。通过咱们这个户外店专卖店进行走访了解，户外店店内员工也明确表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款式的衣服。最后咱们确定应该所着衣服和鞋子应该是一个高仿的。侦查陷入困境，这时侦查员突然注意到一件事情，平时金店里面有五个员工，然而案发当天金店的保安却突然请假了。平常是天天在店里值守，然后那一天案发那一天是店员没有在。店员提到之前咱们这个保安跟这个他们老板因为这个工资问题可能发生过一些纠纷，然后也表示过自己不愿意在这儿继续干下去的一个意愿，提到了一个这个情况。同时店员又提到一个，说是那个他们在这个金店被抢的时候摁那个警报器，但是警报器是失灵状态，没有摁响。随后侦查员对保安及其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当天晚上我们确定跟这个保安进行见面，然后把这个情况给保安给通报之后，保安也非常惊讶，然后也对自己当时没有到场发生这样事显得也比较懊悔。发现这个保安是没有这个作案的条件的，因为在现场当时嫌疑人作案之后留下了血迹，他的手可能应该受伤了，但这个保安是没有受伤的。外围调查的结果排除了金店内部员工参与作案的可能性，无奈侦查员再次将视线聚焦到了视频监控上，特别是案发金店周边的视频监控。调取这个监控，因为量特别大，一个月时间的这个监控，他那个从这个调取、复制，然后再导到我们这个专门的这个设备上来观看这个视频，它费很大的这个人力和时间。根据这个思路，负责视频侦查的侦查员将案发前几天进出过金店的所有人都仔细进行了查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对象。很快，侦查员在视频中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在案发前三天曾来过金店。我们分析，嫌疑人在作案之前肯定踩过点，随后我们对金店的视频进行了逐天的查看。12月27号晚上，一名可疑男子进入了该店。这个人比较可疑，因为根据电影打后的描述，说衣着大，进来之后就是绕了一圈，不是一圈，一大圈，就是没有迈动，只是看，而且剃毛特征发的比较相似。身高呀，身高都可以，胖瘦。对，当时金店里头店员对这有印象没有？这个大概已经有说人很多，人很多，店员大概说就这个，其中有一个男的，就是给案发后当时嫌疑人比较相似。这名男子进入金店后，不断东张西望。有一个人就是进来修链子嘛。感觉他怪怪的，因为他说修链子呢，他也没拿链子，然后就在我们店里这儿转一圈，那儿转一圈。店员问其需要怎么样的一个金项链的时候，他也是支支吾吾。这个可疑男子最后又提到自己是，前来是想了解这个金项链，同时自己金项链说是，断了，想过来想进行修补，说到这样的一点，但是。这个店员说是他想再继续进行了解的时候，这个可疑男子也就直接离开店。跟那个抢劫的那个时候那个人的身高呀、体型呀都差不多。监控中男子的体貌特征比较清晰，于是警方对这名可疑男子展开了重点侦查。当时我们怀疑这名可疑男子作案嫌疑是非常大的，专案组也就安排一路
侦查员对该名男子的进行布控，包括他的来去路线以及店外的一些监控调取，进行了一些工作安排和侦查布控。嫌疑人蒙着面，民警们通过监控录像无法看清他的相貌。这名男子究竟是谁？作案后他又逃到哪里去了？今天的营业员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细节。还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人就出去了嘛，出去了我就跟到他后面，可能是骑个电动车走了。脑子真大，这么众目睽睽之下都敢抢金店，没准啊他也想干件大事。那个人作案的时候不是开了辆车吗？警察找到了吗？应该很难查。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地周边所有的监控录像，逐一进行查找。案发地点位于西安市徐家湾最繁华的卫滨路上，案发时间正值上下班高峰期，人流车流多。沿着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方向，类似的电动摩托有十多辆。侦查员发现其中一辆电动摩托车显得有点可疑。从作案现场方向拐过来以后没有打开灯，也很奇怪，很车速也快，然后往前走了一点呢，监控下面就发现他打开了灯，速度很快朝西走了，所以这个当时咱们第一时间把他当了个重点去追踪了。民警们一路监控追踪，发现可疑男子骑电动车来到一个居民小区门口，警方立即调取了这个小区的监控录像。但是咱们调取这个小区监控之后，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追踪过来的怀疑这个嫌疑车辆，这个嫌疑人，所谓的嫌疑人，当时从这个小区监控来看，背了一个双肩包，当时还考虑是不是在哪块出了差错，或者说是在哪个地方追错了。因为他那个嫌疑人这个特点是没有这个背包的，这个很明确，但是到了这个小区之后明显看到这个背包了。这辆车被排除后，办案民警决定从过往的社会车辆着手，看在案发时间段经过金店的私家车有没有排到嫌疑人逃跑的方向。然后呢，我们去将这个车辆呢，当天那个停的这个车辆的信息呢全部找到，找到之后呢逐一进行排查，其中呢有两辆车是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我们把这个车主找到之后，对车上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进行了调取。嫌疑人驾驶黑色电动摩托车沿卫滨街向南逃离，当时所穿衣服和摩托车特征也跟咱们当时确定嫌疑人的一些特征是符合的，最终印证咱们这个当时判断嫌疑人沿卫滨街向南逃离的这个一个判断。得知嫌疑人在作案后驾驶摩托车向南逃离这一线索后，警方随即调取逃跑路线的监控，确定了嫌疑人的一个来去路线啊，应该是沿着这个卫滨路口呢过了丁字路口，一直朝向南走了啊，向南逃跑了，来去都方向都应该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学校门口的监控看到了他啊，发现了嫌疑人应该是从现场逃离以后朝东走。嫌疑人作案后跑出金店，骑车沿卫滨路向南逃离约800米后，向东驶向西安高级中学门前一条新建的道路，然后进入太华路向南继续逃窜，最终向东拐向凤城八路后消失。掌握这个逃跑路线，从这个逃跑路线咱们分析，这个嫌疑人是对辖区情况比较熟悉的，因为他们这个从作案案到这个沿卫滨街向南逃离，然后在这个新修的一个断头路，然后拐到这个断头路里面，这个路是基本上是走的人很少，
而且知道这样的一条路的人也不多。嫌疑人有意选择这样一条道路逃跑，显然经过了仔细筹划，然后拐到凤城八路过去，就在这块我们断了。但是既然在这块能断，证明他去的方向很可能就在盘连村这一片。嫌疑人消失的地方是一个城中村，那么他是住在这附近，还是说在此处换成了其他交通工具再次逃离呢？嫌疑人在这个区域消失之后，因为可能性各种可能性都比较多，咱们对中央对这个工作也进行了部署，对各种可能存在的问可能存在的情况也都进行了排查。然而对这个几个黑车的集中点进行调查后，侦查员并没有找到更有力的线索。如大海捞针一样，咱们在这个所有的能有的这个监控录像中查到嫌疑人的线索影像。嫌疑人消失的地方厂矿企业众多，商户林立，茫茫人海要找一个蒙面人谈何容易。警方决定再次从嫌疑人的着装入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思路就转在这个仿真的里边来。我们就从那个专卖店把视角从专卖店移向这个城中村里边一些摊位和一些小服装店，最后我通过大量的在周边的摸查，分组分头进行摸查，在一些摊位上确实发现了嫌疑人穿的这个一模一样同款的这个耐克鞋。经过对店家的询问，在案发前的傍晚，的确有一名跟嫌疑人体貌特征相似的人来买过鞋子。这一线索让警方大胆地猜测，嫌疑人很有可能就住在这附近。压缩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区域，可能停留的区域，进行了极大的压缩。另一路负责视频侦查的民警通过金店的监控录像发现，嫌疑人不但穿戴是新的，他拿的斧头也是崭新的。专案组立即派出大批民警在案发地周边10公里范围内排查在案发前所有销售过这种斧头的五金商店。嫌疑人所持的斧头有个很明显的红色。斧头上刷的有红漆，之后我们就进行在这个附近的村里边进行大量的摸排，五金店、小超市，包括一些小作坊都进行了摸排。之后在井冈村的一家发现了一位这个卖家，当时去的时候已经卖完了，但是嫌老板记着他确实卖过这个红饼的斧头，比较特殊，是红饼的。就在专案组的民警们苦苦寻找破案线索时，之前按照专案组的部署，分头在西安市内所有黄金加工点和收购点发协查布控的民警突然传来消息，西安市北二环新家庙村一家黄金加工点老板在案发后第三天曾经给一个小伙子加工过半截出自老凤祥金店的金项链。这个小伙就说是是他自己的金项链断了，长的部分都丢了，就剩这一截了，还想卖，但是提供不了发票，提供不了来源的一个说明。这个老板比较用心呢，就让他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和这个电话号码。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这个黄金加工店，经过仔细询问，侦查员发现之前那个小伙子拿来的半截金项链竟然和老凤祥金店被抢的其中一条金项链是同一款式。据店主讲，前来加工金项链的男子要求他把半截金项链打成2枚金戒指，并在第二天便将金戒指取走。民警们立即对这个名叫黄华的小伙展开调查。当时通这个人身份一名，我们一查到以后是福建人，当时就想这当时因为所有的三个售货员都说的是陕西本地的口音。这个名叫黄华的福建小伙是民警们要找的金店结案嫌疑人吗？专案组民警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黄华是福建省顺昌县人，暂住西安市未央区团结村，在团结村和岳父共同经营一家大型食材店，家底殷实，固定资产在1000万以上。他在这个我们这边一个食材城呢，跟家里人经营一个食材加工厂，然后门店也非常大，可以说是家庭环境是比较富裕的，所以种种迹象就表明他不应该是案犯，对吧？我觉得案子性质应该是图财侵财，而且他的这个口音各方面都跟咱最初了解的对不上。最近呢，突然这个出手很大方，请他们去喝酒，然后
出入这个娱乐场所，然后呢，这个手上也戴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金戒指。当时呢，我们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及时的向专案组反映了，然后呢，就分析应该这个人他的作案嫌疑应该还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家境优渥的年轻老板，怎么可能抢劫金店呢？然而，眼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团结村这个名叫黄华的年轻人。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民警对黄华的食材店以及他的所有社会关系展开秘密调查。很快，侦查员在食材店门口发现一辆可疑的电动摩托车。摩托车前面的灯是一个新型的灯，而且那个摩托车看着比较陈旧。侦查员们经过进一步秘密调查得知，这辆摩托车是食材店一个员工的。这名员工是陕西本地人，年龄和身材与金店劫匪也有几分相似。除了作案动机之外，食材店老板黄华和他的一名西安员工几乎符合了金店劫匪的所有特征。莫非是食材店老板伙同员工联手抢劫了金店？听起来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决定对这个嫌疑人进行正面接触，同时找了一个理由，说是嫌疑人这个名下车辆有套牌这个情况，然后让他来所里接受询问调查。同时另一路，咱们便衣民警对他那个行踪进行跟踪啊，然后一边选择这个正面接触，一边对他秘密进行布控，然后暗中观察他这个行踪。张队，我嫌疑人上车，就是没问题，就是嫌疑人本人是开着灰色面包，我从东路往东走了，从我这凤中八路。民警们在跟踪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黄华突然驾车驶向绕城高速路方向，莫非黄华要逃？侦查员们立即上报。张队，这个我看面包车驶向的方向是朝高速口走了，朝高速口走了。行，明白。好。就在民警们准备对黄华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黄华突然掉头，一路驶向卫兵路，走走停停。黄华一路走走停停，最后竟然来到了徐家湾派出所门口。快进去，这个停了，停了，这么快，好，快进去，是不是他？你是自动挡不一定是吧？咱看不看，进去再人，进去，没问题。先停着，看看货下手是个啥样子。再说，看，反正里边都在人，是吧？行，往后等。在徐家湾派出所，黄华很快开口说自己正是金店抢劫案的嫌疑人。到我们所之后呢，最后发现，第一，他的身形跟我们嫌疑人很像，第二，他的那个身高跟我们嫌疑人比较像，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他的手也是受伤的，有伤口，然后就应该能确定他有很大的作案嫌疑。最后在我们的讯问下呢，他也是嫌疑人，也是顶不住这个压力，自己也承认了自己去抢金店的这个犯罪事实。前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哪次给我老媳妇去买礼物的时候，我进去逛了一圈，就走了一圈，不是那家金店，就那对面不是一个商场，我知道那附近应该有金店，我就往那走，就看到那家金店，然后就掉个头回来，就实行了这个抢劫事。据犯罪嫌疑人黄华讲，他把抢来的一条金项链已经变卖，半条金项链打成金戒指，还有16条金项链藏在他们家的食材店里。民警们连夜押着犯罪嫌疑人赶赴食材店。在哪个横梁举一下？用啥东西装着的？就一个袋子。用袋子装着的？啥颜色的？白色的。白色的塑料袋是吧？应该是。简直说话没用。慢点摸。那是两条呢，一条呢，还是很多条？就说一下。一条。
一条半卖了是吧？那其余的都在这里吗？这是谁放上？还有被我打成一个戒指的戒指在车上。戒指在车上，在哪个车上？在锁里面那辆车，就你开过去那辆车上是吧？民警们在犯罪嫌疑人黄华家的石材店里现场搜出16条半金项链，这些项链大部分连老凤祥的标牌都没来得及卸下。随后在黄华的指引下，警方在团结村另外一个石材堆放场所找到了犯罪嫌疑人黄华抢劫金店时所穿的假冒名牌衣服和运动鞋。另外我们也根据他的供述，抓获他之后，在他抛弃这些犯罪工具的这个地点找到了就相关的衣服。我不知道咋想的，我如果当时能想得明白的话，这事情我可能不会去做。案件侦破后，参与侦破的侦查员有一个疑点百思不得其解，黄华身家千万，衣食无忧，而且还有一个看起来完美的家庭，他为什么会铤而走险抢劫金店呢？几经犹豫，黄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作案动机。黄华说自己的家庭条件也非常好，但相比较而言岳父家更有钱。结婚后他生活在岳父家里，本来想着能安享富裕的日子，但没有想到白手起家辛勤劳作的岳父对家里的财政控制得非常严格。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富裕的黄华，平日里身上的钱并不多，这让平时爱面子爱应酬的黄华感到非常不快。毕竟我现在是在我岳父厂里，我为什么会在我岳父厂里工作？是因为他就只有他一个女儿。我老婆经常跟我说，我爸你不帮他谁帮他，只能在我岳父厂里面帮他去做这些事情。用于他自己可支配的这个钱是非常少的，非常有限的，然后又满足不了他那个出入那些娱乐场所的那些需要。黄华也曾经向妻子抱怨，但妻子和岳父的态度如出一辙，认为辛勤劳动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久而久之，黄华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非常憋屈，而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更让这个年轻人的价值观慢慢发生了改变。比如说我现在想吃一根德芙巧克力，我可能不会去买一根，我就买一大盒，就类似于这样去花钱。然后我媳妇也很肯给我花钱，就我去走到我们去万达买衣服啥的，走到店里去看那些外套，其实两三千我都感觉有点不舍得。就是他就特别很守的，一件两件看到喜欢的一丝好看的买，一丝好看的买，就是这样去花钱。然后整天没有事没事外头吃饭。强烈的虚荣心以及这些虚荣心得不到满足产生的强烈压抑，让这个富家子弟在案发当晚铤而走险，骑着店里员工的电动车独自坐下来，这引起轰动的劫案也终于将自己送上了涉嫌犯罪的道路。作为社会上每一个人吧，自己应该自食其力，不应该采用非法手段来获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如果采取非法手段的话，肯定对于个人来说就会面临着法律的制裁，就像本案的这个嫌疑人一样，如果他没有这个贪念或者他不起这个念头，他也是很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想法跟你好像呀，所以我才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听。小伙子，对生活要知足，对家人要感恩，别老是怨天尤人，眼高手低，踏踏实实的才是正道。要是总想着干大事儿，就容易把自己绕进去。小伙子，话不一定好听，但是道理管用，仔细品品吧。